现在天气比较热啊，这个外面的温度好高啊，那你室内的温度刚刚只有31度，就是不怎么爱吃那个竹子，现在我全部喂那个香肠，没有喂竹子，先把卫生搞一下，因为卫生太脏了。现在这个竹子好凶啊，咬了我的扫把不放。吃香草这个卫生呢、比较差一点，吃子比较湿一点，这个两天就搞一次，我两天就那么多了。这个可以把它踢到外面来搞卫生，这个10斤半以上的这个竹鼠好猛啊，小狗都怕它。这个放到他走廊里面溜达了一圈，先把它抓回去，好肥啊，够大条啊，对吧？这是母鼠，你看，将近5斤了，这个像猪一样那么大。现在卫生搞好了，我们下线。